经呢，那还有更精彩的答复。啊，越往上面去就是越精纯。啊，第四个问题就是接受器官捐赠者，啊，例如捐赠者是死刑犯，受捐赠者是否需要承担捐赠者的业力？我想这个应该没关系。啊，这个捐赠器官呢，与业力啊，不产生任何影响。啊，如果产生影响的话呢，那你的个人羞耻就成了问题了。啊，你就会有障碍了，不会的。啊，这是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你的心纯正，啊，没有妄念。常常保持正念，不会受任何干扰。所以请问呢，佛教徒是否可以用圣杯啊，红色的两块木板在佛菩萨面前呢征询佛菩萨的意见？这个事情呢佛经上没有啊，可是几千年来啊，寺庙里头确实是有。啊，你看，确实佛教寺庙里头有这些东西，还有签。啊，我们过去刚刚出家，因为接触佛法了，都是从经教。啊，而不是一般这个进佛门的，啊，都是从经教里入门。所以对于理论很重视，佛经上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属于迷信啊。所以我们出家在寺庙里啊，寺庙有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偷偷就把它拿去烧掉啊。寺庙有风化炉，我就拿去烧掉。可是我们的老和尚啊很慈悲，他知道，他也不说，过两天的时候他又拿了一套来哎，拿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没几天又把它烧掉。烧掉之后，他又拿一套来，那又就算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态度是，既不赞成呢，也不反对。啊，可是佛真的很慈悲，啊，因为众生呢有很多疑惑问题不能解决，啊，确实想征询佛菩萨，啊，所以佛教里头有一部经。沾察善恶业报经啊，你看印光大师给我们提倡的观世音菩萨的灵感课32课，那都是占卜的啊。但是他有方法，你不是用观世音菩萨这个灵感课的话呢，你先要恭恭敬敬、诚诚恳恳的啊，跪在佛菩萨面前的时候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念108声，啊，然后再占，这个才有灵验，啊，那个沾察善恶业报经规矩就更多，你要做，先修法，然后才求感应，啊，如果你要是不修的话，随随便便的时候就没有感应，啊，所以是诚则灵嘛。不成就不灵啊。下面有10个问题是中国同学提问的，这神仙也好，菩萨也好，是否真会显神通在空中飞行啊？如乘鹤升天，是否只有某些有机缘的人看到？没错啊，你跟他没有缘，你遇不到这些事情啊，有缘会见到啊。这些事情啊，还有比这个更玄妙的很多啊。这佛经里头有解释，连科学里头
也都有解释。啊，那么这个诸位细细去读诵，啊，你就会知道这些，啊，那么这些事情有事有理，啊，我们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，不要去猜测，也不要去怀疑，啊，到你有一定的深度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。这个飞行自在，在六种神通里面叫神足通，啊，不但能飞行，还能变化，啊，一个身能变很多身，啊，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都介绍过，《大藏经》里面，《高僧传》里头有，啊，还有一部《神僧传》，啊，这个里面所记载的都是过去贤士神通的这些人，啊，确确实实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那么理上讲得通，啊，波折理很深，啊，理上讲得通，啊，实在讲，佛告诉我们，这是人类的本能，他有，你也有，啊，你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你现在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这个能力啊，统统失掉了。如果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这个能力就恢复。啊，所以那个特异功能是真的。啊，你要是功夫到家的话，那个特异功能是小巫见大巫啊，你比他的能力强太多了。啊，这六种神通啊，啊，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粗果，啊，大乘法里面我们华严经讲的实性位的菩萨，粗性位，啊，你要晓得什么时候你证得粗性位的，啊，粗性位有两种能力现前，啊，粗性位的人啊，他这个见思烦恼，见烦恼断。啊，也就是错误的见解没有了，纠正过来了。啊，思想上的错误有，见解上的错误没有了，他恢复两种能力，天眼天耳。啊，那么天眼通就是没有障碍了。我们在这个楼上看下面十层，每一层你都看得清楚。啊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什么动作？他们讲话的时候，你都听得见。这本能。啊，这个是小乘粗果，大乘是粗性位的菩萨，所以这种能力现前，你就知道，你已经转凡成圣了。啊，你已经真正入佛门。粗性位就像我们念书一样，小学一年级，那这个能力没有现前呢，那你就晓得我们学佛在幼稚园，还没有上一年级，啊，上一年级就有这个能力，啊，上二年级的时候能力又增加一个，啊，他心通，就是别人心里起心动念，你知道。啊，那再往上一级的时候，三国的时候，这个圣人的时候，三国圣人的时候，啊，这个二国的时候，二国也是有两个，他心续命，啊，续命就知道自己过去生生世世，啊，这个有这种能力了，啊，到三国圣人就变化了，啊，就可以分身了。可以变化了，啊，你像你要是到美国去，不用坐飞机了，哎，你可以在此地，人身体不见了，美国那里就出现了，哎，就有这个能力，啊，这个叫什么神足通，啊，
那真的飞行自在。